因为他开始奔跑了，哇，跑下来了，都来嗨，哇哇哇，上面也有超多耶，满地东西，他们都跑下来了，害怕咯，哇，下来好多只啊，嗨耶，是在找东西吃是不是？哦，他懂了。他也想下来，他知道我们在这里，他没吃东西。他感觉都不知道会捡什么。他们在捡沙子。那看来是很多东西可以吃，不然他们。是高速松鼠，这里有一只，这边有一只，那边有两只，对，那边有两只，是几乖松鼠，那边超多只在跳的，你看，奔跑的鼠只。看来是太多只松鼠了。是充满松鼠，他都跑到那一棵树去了，也是可以回去。来炸！这个木耶，这个广大嘛，四个秋千。看来是很多，等一下是左边右边会撞到。以我的上马，这个秋千是这样子。我上面比较窄。没有，因为你坐下去，它就变压不下来，所以就会坏掉。这有草味。这一根树被关起来了，它被关起来了，是隔离树。它可能有出国。它出过国。要隔离200年。